这是一代孙膑的原皮海报，发型看起来像刚睡醒的样子。这是二代孙膑原皮的海报，换了发型和优化了一下翅膀后，瞬间变成一个精神小伙。这是三代孙膑的原皮海报，此时的孙膑加入了稷下的阵营，造型迎来了重组，也更加像一个女孩子了。这是第一代孙膑原皮的模型，现在看感觉像山寨版的王者荣耀。不过一代孙膑的技能确实很恶心人，一技能可以360度无死角的乱丢，被打到的话会有眩晕效果。二技能可以给群体增加护盾并加速，三技能也可以360度无死角的乱丢，特效就像一个磁场笼罩了一块区域，打招范围内不仅可以减速敌人，还能清空对方的魔抗。最恶心的地方是大招丢出的瞬间还有短暂的沉默效果，当初最喜欢玩的英雄就是孙膑了。二技能加速可以拉开对方英雄的距离，一技能只要预判的好，可以让对方追又追不到你，跑也很难跑。三技能就更不用说了，最容易把对方打破防的一个技能，特别是团战的时候往人群里一丢，对方瞬间就没脾气了。或许是一代孙膑的技能确实太恶心人了，于是策划就把孙膑的三技能做了改动，改成了像现在一样不再是一个磁场，而是变成一个光环，而且释放方式也从随意乱丢变成指向性释放。这样的改动让孙膑的可玩性确实降低了不少，可即便如此，孙膑的一技能还是很招人烦。于是到了第三代，孙膑的一技能也改成三技能那样只能指向性释放，而且取消了眩晕效果，改成三秒爆炸。虽然三代孙膑的技能机制不如一代，但模型确实比一代精致了很多，也更偏向女孩子了。